好，而家就入油。唔係因為咧，澳洲入油咧同香港人唔同。澳洲入油咧係冇人幫你，所以要自己嚟。香港就有人幫你，所以我哋第一次嚟旅行咧都摸咗一排。係啦，咁啊，順便教埋羅卓怡點樣入油啦。我最大個都要入油㗎。咁而家一係喺架車度撳個油缸掣啦，有個油缸掣就可以開到呢個蓋啦。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呢架車咁樣咧，就咁撳一撳呢個蓋掩咧就可以開到嘅。開個油蓋擺喺度，咁佢呢度有寫到明咧要入咩油嘅，因為香港就有人自動話問你係入靚油定平油啦。但係呢度靚油平油嘅分別咧就係呢個91加，咁你就即係佢建議你就入91或以上辛烷值嘅油咁樣啦。跟住你就要入啦。我唔可以掃咗呢個先啊，因為而家有優惠。係啦，呢個係咩 Apps 啊？OTR 啊，即是其中一个油站的 Apps， 你入油之前咧 scan 个 QR code。吓，反过反过，系咁样。系啦，咁佢就叫你开始入油啦。咁我哋要入 Unliter 91，咁你就唔好入咗油渣啦。边度写91噶？呢度。佢就唔系油渣车，所以唔好入油渣。有你入九，你入靓油都得嘅。不过咧，靓油。是貴少少，同埋嗰個油耗表現好少少，但其實最好就入翻平油啦，我自己覺得。我撳掣啦，跟住佢就會喐兩個邊。但最弱智嘅地方咧，我聽人哋講話澳洲以外，即係好似英國啊定乜鬼嘢，佢哋入油咧係唔使撳住嘅喎。呢度你唔撳住咧係唔會入油嘅。我呢度啊，呢個掣啊，油槍呢個槍。是要按住的，好像其他地方那些是你按了之后它会帮你入到门，然后你去买东西吃。但你这个可以不入到门的嘛，人家那些是不是一定入到门的？那你可以自己选，譬如你喜欢入50元，哦哦哦，那你入50元。在这里就这样选。是啊，入50元，它就自己停了，那你就回来，那你入完，你不用自己按住的嘛。好。不过可能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咯。好了，就对回去。咁要記得要刪開呢個，刪到有啪一聲㗎，通常都要。嗱，就係咁樣啦。OK。刪開佢，我呢個就咁撳。好啦，跟住佢就知道你已經入完油啦。好啦，抽獎嘅時間啦，本身佢嘅油價153.9，因為佢而家有活動啊，所以佢會平啲俾你，咁就變咗147.9啦。咁係慳咗幾多錢啊？喺呢度啦，好過幾咯。OK， 係慳咗過幾咯。跟住用信用卡俾錢，咁搞掂啦。咁就係我入嘅價錢就147.9。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原價就係153.9啊。係啊，對比一下咁樣。Costco 今日好似係148。148。因為 Costco 的油是否通常是最便宜的？ Costco 的人說最便宜，但是如果你是找到 OTR 和它，即是可能貴過 OTR 其中一個油站貴過 Costco 一點，但是用這個活動的話呢，可能更便宜，可能更便宜，因為我入了三次都是便宜過 Costco 的。 OK， 這個 Apps Pet Tools by 澳洲的所有地方，任何地方都會睇到佢油價嘅，咁遠啊，行到。咁睇翻我哋，我哋喺邊？呢度，咁就會睇到各區油站嘅價格。咁你就唔想咁混亂，就可以撳呢、這個。咁睇到 Costco 咧係148.7。O K， 但係 Costco 都算最平嘅。原價佢係最平嘅，但如果你揾到譬如149個幾嘅 OTR 咧？哦，佢呢個係咪跟啲價錢牌㗎？係啦，譬如你揾到149.9嘅 OTR 咧，你用埋嗰個活動咧，一定平過 Costco。而家我哋都平過 Costco 啦。而家我哋都平過 Costco 啊，所以啲人如果為咗有平而去 join Costco 咧，又要去到咁遠先入油咧，其實係冇用嘅。我自己覺得，因為 OTR 周圍都有，所以 Costco 就未必因為要入油而做會員就咁抵咯。OK， 好，唔該曬。
最緊要係呢個 OTR 個 Apps 咧，佢會有時送你免費咖啡，因為 OTR 唔係淨係油站啊，佢有嘢飲、有嘢食啊、有便利店咁樣。佢有時咧送你咖啡啦、送你熱狗啦，仲要送埋你洗車添。咁就係我哋嗰個洗車一陣嗰個洗車教學啦，就係、是、咁。而家我哋喺個油站度等緊洗車。Hello， 你 Hi， 你要喺嗰、那個，因為我今次係免費嘅，所以咧我攞咗 app 入去，跟住之後咧佢俾個密碼你嘅，那個密碼咧就喺呢度入。入完咧應該就咁樣駛入去啦，駛入去之後咧佢就會嗌你停低某個位置，咁就會開始駛車噶啦。那個重點就係一定要閂曬所有窗，如果唔係車入邊嘅人就會濕曬。但是你都不知道入面是怎樣，之後我突然看一下啦。但是點解會免費嘅今次？因為入得有多啩，我估咧睇下架車幾污糟。我哋睇下架車幾污糟先而家。佢架車係你哋買咗咁耐啦，完全冇洗過咁污糟。洗過啊，車車嗰時有洗。車車有洗過。Okay。 好，有人喺後面啦，費事行咁後啊。勁污糟啊！呢啲位咧，嚇、啊？咁樣噶 ，focus 多啲。呀，污糟到爆啊！條友唔會洗車啊，永遠都而家免費先嚟洗啊。嗱，如果洗得好嘅話，我都想 join。大家而家前面就等緊，都洗咗，佢都洗咗幾耐，唔知啱要洗幾耐咧。我入翻去。我嗰個 deluxe 嚟噶，唔該。喂，點啊？勁啲咯，又分普通係幾多錢啊？咁普通唔知喎。啊，入去啦！我都未入。入咗先啦。好啦，佢就入咗啦。你撳咗 start 未？撳 set。OK， 佢哋入去啦，你。跟住我就要。好啦，可以入去啦。一定要閂下窗先，因為佢有 P wash 嘅。你快啲刪窗先啦！刪咗啦！嗱，佢驚唔驚啊？嗱，佢又叫我 stop 啦，咁我就 stop。OK， 搞掂。好驚啊！唔使驚啊！你刪實曬未啊？刪實咗啦！來吧，來吧。嗱，佢洗啦，唔驚啦，佢唔嘈噶啦，寶寶，佢洗嘅啫，就咁。洗滴我的心灵啦嘛！哦，而家应该系冇开，佢就咁洗咯，喷土。系啊，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啊，大佬。都冇幽闭咁多窗嘅，有幽闭。冇啊，空气喎。cleaning 紧啊，佢而家呢个就系喷土。唔系啊，冇空气喎，系唔惊入边啲人会焗死噶？哦，一阵嘅啫，冇事。好嘈。冇事啊，佢噴喺後面啊，喺呢度啊，寶寶。哇！嗱，佢呢度有寫嘅咩步驟喺度？哇，你哋睇唔到喎，係 cleaning 有寫啊。而家係 cleaning 嘅步驟。cleaning 同 washing 究竟有咩分別呢？哦，就係可能噴咗浸泡，等佢一陣，跟住再沖水。唔想冲水，停咗啦。嗯，冇啦，会唔会帮我过水就得？走啦，叫你 deluxe 版就系吓 ，deluxe 版就系叫你走。唔使拣，因为佢可以。人哋会睇住。哦，呢个就系冲紧水噶咯 ，washing 喎，佢话喺呢边过紧嚟，好似。哦，喺呢边。个镜使唔使到咧？咁样，哇，用好多水，哇，喷紧啲咩啊？粉红色嘅，哇，哦、粉红色嘅泡泡，唔通系粉红色？香港嗰只叫咩啊？红威宝啊！哇，落雨咁啊，宝宝。polishing 喎，佢幫你整到粒粒令咗，呜呼！
哇！感觉好似好干净啊！嗯？哇！又话冇水渍嘅呢啲味啊？而家系风干啊？应该系啊！你睇下会唔会感受到风啊？啦，扇散窗都，哇！吹走紧啊！哇！好搞笑啊！毛毛，你睇下啲水点？点会吹得喐架车啊？因为太大，要强力啊嘛，咁咪有好多水渍咯。佢已经有水渍咯喎。系咯，我咪话有水渍。又话冇水渍，你睇唔睇到啊？佢话 spot free winds 喎，唔会有水渍噶喎。咁点样再帮衬啊？要钱我都唔帮衬啦，唔使钱就话。未洗完，你未洗完。快啊！咁啊系，未洗完。啊，吹走紧啦。再吹几次，哦，搞掂啦，拜。好啦，咁样就完了。吓、啊，咁就完啦，仲话电啦。好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一阵出去再影下架车。嗱，讲真都有啲水渍喺度嘅，个外观咧系干净咗好多嘅。唔系喎，好干净喎，好似。好干净嘅。好似。系有啲水渍喺度啦，即系。啲水點咯，嗱頭先呢度嗰啲都冇曬啊！我依家整翻個前後對比喺呢度，睇下。啊！呢度仲有喎。咁有啲你係陳年舊跡嚟噶嘛？算啦，又咪人手。即係一定要用手抹。我覺得係已經乾淨咗好多。啲跡仲喺度㗎。仲有少少啦，你架車真係太污糟。咁但係唔係免費嚟講，算係咁啦。免費，但係唔免費，佢十五個半都唔知喎。就咁啦。